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这里是由珍珠美白养肤专家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辽宁卫视完美告白，我是涂磊，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同样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年代团的观察员们，也同样欢迎你们。首先邀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告白者，你这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啊，我叫王勇，今年32岁。啊，你这身穿着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专业玩飞刀的。拿你的刀给我看看。我是今天带着绝活来的。带着绝活来。我希望，先给大家表演绝活。我认为我的绝活让大家认可了，我才有资格在这里表白。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飞刀表演。我需要搭档。需要搭档啊！我的助手也是我的妻子。啊，来，掌声有请他的妻子。大家好，我是赵倩。好，牛仔飞刀即将开始，大家拭目以待啊。
细品。还有最后一刀。老婆，这么多年在舞台上天天我斩玫瑰，我却没有送过你一次玫瑰。今天你吃饭的时候，这就是我偷偷买给你的，真的希望你能高兴。